振兴经济除了三倍券，鼓励大家参与体育活动，像是看球赛或是到健身房去运动。体育署也要发放价值500元的动资券，总共有400万份。民众可以在7月20到26号上网登记，中签的民众将会获得一组 QR Code 的电子钱包。8月1号一直到年底，就能够在经过核准的实体店家或线上平台来抵用。进场看球到健身房运动，防疫新生活怎能少了体育？三倍券以外，教育部加码振兴运动产业，从运发基金拨出20亿，发放400万份500元的动资券。年龄上啊，我们这个当然不会去限制了哈，因为我相信，不管哪一个年龄层都可以有他的从他的需求啊来做这一次动资券的使用。本国国民和持有居留证的非本国籍配偶都是动资券的适用对象，但得在7月20到26到动资网登记，身份证末码单数的135、双数的246，周日都可登记。7月28由系统公开抽出400万份500元的电子钱包，8月1号到12月31能到通过审核的实体店家或线上平台抵用。举例来说，到北市运动中心游泳，1次100可以先抵，其他留着做别的用途。动签之后，我们会给他一个 QR code。那他将来就是持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到实体或线上这边来做一个消费抵用。动资券以讯息或邮件发放 QR code， 对部分长者来说还是有些难度，但得知动资券内容，受访民众都说会上网登记。因为我平常就有在运动，那其实我觉得那500块算是有价值，应该算不错吧，就是减少一点负担，就是增加刺激消费。那像他就是去上那种游泳班或什么就可以用得上啊，我觉得 OK 啊。体育署强调，线上交易要出门的实体交易是行政院政策，也与三倍券一致。以中职赛事为例，会进场看球，所以可在超商平台线上购票。至于去大卖场或百货公司买运动用品能否抵用，只要业者符合运产条例范畴，也在动资网完成登录就没有问题。记者李小慧、沈志明台北报道。